大家好，如果你有七八十万的预算，问我投资哪里好，我一定推荐这里。今天让我来带您看看我们在 Logan 的项目。好，大家呢就随着我来看看这个房间。这个房子呢是在通常的户型中呢做了一个小微小的一些调整，比如像这个房间呢，它就是个独立的套间，有自己的那个衣柜啊，还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，它有自己独立的电子锁，所以有自己比较安全私密的空间。那这个整个房间呢是有三个套间，就可以分别租给三个不同的租客。由于这样的调整呢，会使这个通常的户型呢每个周的租金是650，而增加到每周将近1000块钱的一个租金收益。而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呢，在你房子交割之后呢，做全面的一个租赁管理和维护工作，让你非常放心和安心。